哎呦，快断了！下来吧。我觉得你这也差不多了。李晨晨的可以取下来了。来，咱给取下来，给取得了。真的。哎呀！真能这样取啊？都这么取的，静姐也是这么取的。你看这黑的。 怎么的呢？你就不行了，就不行了。那就看到了一个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就是那个小强啊，被那个粘的那个在那努力的在那挣扎。萨瓦迪卡，萨瓦迪卡，请坐吧，有座还站着吗？舒适的一天马上就要结束了，在一天的行程之后，大家到拔的巴士的罐已经从280个变成了130个。 养生核桃的多少与最终拔罐的顺序息息相关。接下来会为大家出3道题目，只要答对的同学都可以拥有养生核桃来帮助你投票。请听第一题，请做出鳄鱼爬的标准动作。鳄鱼爬的标准动作。这没得咋地了，一排人出去了。这个吧。 恭喜这6位，每人可以获得3颗养生核桃。不是，这就获得3颗，这就3颗。让我们前面玩一天，这是。罐减少了很多呢。哦，好。少拿点。你在干嘛？你减拿？我拿三个，拿三个，拿三个，三个诚信呢。是的。请听第二题，请问。 见效师傅教给你们的奔跑吧健康操里的第3个动作是什么？见效是？不对，是这个。 这个，对，这个，给我仨，来来来，不是，没有你们这样的啊！你在干嘛，沙哥？你们怎么没见过核桃啊？沙哥，你拿了多少个？ 你怎么还拿？你都没输了，你还拿？人未动，身已远。我心里已经动了，我的意念已经动了。你都没起来。还有最后一题啊，请问，在火锅店里，我们的第一道题是什么表情？尴尬的。我是第一名，我是第一个。我跟那谁。 你看看他这兜都快撑不下去了，你看看。现在所有的养生核桃都被你们抢完了。来吧，咱们现在开始比吧，来比谁先把核桃吃完。核桃就是代表的票数啊，等一会儿大家投票，我们按照票多少的顺序，从少的人先开始选择你要拔多少个。啊，啊，从少的人开始选是吧？ 被投的核桃数量越多，你就越靠后。前面8个人可以都选择只拔1个，甚至不拔。最后一个人剩下多少罐，你必须全拔完。啊！所以现在大家就开始投票，只要投给谁，就投他对应的框里。啊，待会儿靠投啊，那还不一定投得准呢，真的。不是，走上去放进去。投篮呢？这么幽默了吗，程序员？ 小龙，你看龙哥，看你的怎么意思？我看是这么平均啊？你这跟没头一样啊！三哥体积大，都投给我了，多几个，多几个。什么？弟弟，做人要狠一点。都给他，都给他，都给他。
好，张真源，我欣赏你是条汉子。我错了，错了，错了。张真源，错了。我跟你说，要拔到你的腹肌上，我告诉你。真源第一多，我不该找他的。到我了。哎，沙哥，没必要了，我这个够多了，沙哥。张真源是你先起的这个头，没办法。就让张真源拔，让他拔出时代峰峻四个字儿。那他肯定超不过了。那他还有到第二到第三呢，凯子。给我了。漏了漏了。快让晨晨哥跟我竞争一下。呀，白鹿。那你不得多来点。乔导。你放心。岳父。这那我们就还是分一点吧。凯哥你多拔几个吧，你不腰疼。我跟你说，现在就看这数量啊，你凯哥都不一定能拔得上。你信不信，真正需要拔罐的人今天没拔上。没拔上。没拔上。哎，那我能不能后悔了，我把我刚才那个再。不能。可以。什么？不，那是我的。有点悬念，有点悬念，看不一定谁多呢。现在我忙放，你就这样，别动，别动，别动了。我是有权利的，我你怎么有权利？我颠一下，我颠一个，沙哥，过来一个，过来一个。哎，沙哥无所谓，一个俩都无所谓了。行，留点悬念，先不知道多少数啊。我帮你数吧，乔山哥六个，宋雨琦四个，白鹿四个，白鹿四个，郑凯七个，李晨三个。沙溢四个，蒋龙是八个，我们俩来数他们的啊。三四六，哥俩俩拿不行吗？你别打岔，忘了刚说完。啊！别打岔，人家刚想完，你这整的，非给我数忘了。二四六八十二。四六八十。哎，我数几个十来着？哥不行，咱来吧。四十一个吧，应该。四十一个。这个算一个吗？空心的。我刚吃过。怎么什么都垃圾都往我这扔？他算你整个。如果那个算一个就是四十，不算就三十。一票击杀呀！你们看吧，替真源拔几个？你拔几个呢，哥？我自有打算。好哥哥，好姐姐们，替真源单一个，单一个，至少得十个几个吧，晨哥。那我拔十个吧，拔十个可以吧？那你给自己贴十个火，行吗？十个。这是八个。啊！这一期李晨数数有问题，李晨不会数数。对身体好啊，姐。哎呀，把这些呢？哎呀，陆姐真好啊！我的背也就只能装这么点了，六个吧，六个吧，可以吧？哎，咱说实话，是不是都想拔一拔？都难受，咱就都拔拔吧。像我，要不我拔一个吧，象征拔在这儿，拔在这儿。钢铁侠，钢铁侠。沙哥出来以后，永远就是这样。或者你要是想回去，想让嫂子再心疼你一点，可以把眼睛就拔一边了。那我拔这个吧，可能是。咱俩一会儿从这儿急出来，逼一人一个不小心，逼一块走，一人挨一拳。静姐，啊，我在。哎，我大概需要多少个？十二个吧。十二个够了啊。哎呀。那要是静姐拔的话，那我是不是可以重新加几个？是不是？可以，真的可以多弄几个。哎，静姐会放血吗？大晚上的不介意。我平常都是晚上。把这个习惯改改，真的不好。是吗？真不好。哎呦我天哪！我说我怎么越拔越虚。那个你要加几个，把那个眼十个吧，那眼睛也拔上。来十个，哥哥替你们弄十个，是不是？好不好？那个沙哥，你可以拔个三个也行。
八三啊。你不是肩不舒服吗？这两边再弄俩不是刚好吗？来来，我再加俩，我再加俩。静姐建议我拔三个，拔十个。其实这个是真，其实有点是不是拔不了啊？你觉得一个人的极限是多少个？二三十个。拔火罐作为我们中国传统的一个养生保健方法，非常适合我们现代人的体质。拔火罐的数量呢是因人而异的，不同的身高以及年龄、身体素质，我们是需要拔不同的罐的。一个健康的成年人，身高如果在1.8米左右，比如说拔我们的腰啊、我们的肩颈以及我们的腿部，这样算下来30个罐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时间的话，建议控制在5分钟左右，这样的话可以起到一定的保健调理效果，而且对于我们的身体是完全没有任何影响的。他俩其实能把这70个分了，是不是？对，他俩分了呗，一人一半吧。分一分，分一分，分一分，匀一匀吧，匀一匀，匀一匀吧。行，那我弄20个行吧？真源50个，我真的受不了了。匀，我给你匀10个，你还能匀10个？你那都多些了，还匀10个？人体的极限，人说能来是20个，最该先领的是他。你先把20贴上，我帮你贴吧，哥，先贴上。行，20个。那个，你山哥再给你匀5个。完我再来5个，你看你咋就5个呢？我们这都15个，15整，我要8个，数好。还有41个怎么办？我来5个，那我也得加两个，我加两个。我再帮你匀俩，那我再给你分担2个吧。我的天！你看，你激动没？感动没？感动，但是我也不太感动。你记住，这个现在上面最干净的身躯就是你，但只限于在图上。拔完了以后就不知道是咋样了。今年你大火，现在是张真火了。静姐可以吧？这个数量拔的稍微轻一点，然后时间短一点。今天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拔火罐，这个画面这么露骨，能播吗？没看咱们的衣服后面都一排拉链，都这一开就开开了。哦，是这样打开啊？对呀。大家确定了这个顺序的话，我们就会按照这个依次进行拔罐。深度好睡眠，为奔跑加速，喜临门床垫提醒您下节更精彩。本节目由安慕希独家冠名，一口安慕希，超多超活益生菌。本节目由深度好睡眠为奔跑加速的喜临门床垫特约播出。台铃长续航电动车，奔跑吧官方指定电动车。本节目由大家都爱吃的米多奇烤箱馍片赞助播出。晨哥，先来为你拔罐。静姐，我一会儿选择趴着拔。那我趴着拔吧。当然可以啊。哥，让你在这坐着拔，你身材这么引以为傲，12G 了。不是，关键是我坐在这儿，他也露不着啊。有2个机位吧，一个机位肯定得在这儿吧。摄影组们醒醒。好嘞好嘞好嘞。放心吧。还走过。稍微给他跳一下，让他那个肌肉放松一下。啊，12个轻轻松松。好帅啊，好像一个恐龙。静姐，静姐快来，到我了。好的好的。大哥，你凭什么进去啊？我就不能拉帘呢？厉害。大哥先不说黑不黑，这一堆儿一下，这肉真实诚感觉。静姐，我这是不是可以摘了？可以取了，我现在出来就给准备给你取罐，都得一起摘。我这不给做秃噜皮了，我一起摘。哥，你这肩膀不好啊，这挺紫的，有点紫，发黑了都。啊？其他的还好，腰跟肩的位置，平时稍微注意一下。
凯哥为什么第四名躺下躺那么快？山哥在动，啪一下动一下。山哥那感觉是个立体声，我能非常清晰的判断出静姐的水平非常高。请问静姐平常生活在哪个城市啊？生活在奔跑吧。你就来节目才能意思。那怎么着还得非得上你们节目才能？那当然了，我们平时都遇不上静姐，约都约不上。一般在沙哥的屋里。老同志嘛，应该照顾照顾。我挺为你担忧的，因为我们十二个罐就是满杯。没有没有，20个，往腿上腿。哎，往腿上腿。哇，腿特别疼，我不建议你拔腿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，没了。17、18。来吧。静姐，尽情的拔我吧！静姐说我紫的，说我的，你给大家看看吧，都没看见。对，我们看一眼。我也看不见。不是，你这样转过来。拔了。你这是？还有俩爱心。像个表情。好好看。紫不紫？还行，还行。他的好紫。我看你那紫的。他肩膀上两个特别紫。哥这紫。哎呦，这个最紫。这个像个大蜜桃一样。怎么都刻上了？好吃，吃点吧。核桃补脑，骂谁呢？这薄皮核桃，手一捏就碎了。那你给我拿点。我捏一个，拿一筐来。聪明，我帮你抱着。哎呀，这个核桃不是五香的。你来点孜然哥。龙哥已经睡着了。蒋龙比赛了，蒋龙。龙哥有这么舒服吗？蒋龙拔完之后就巅峰对决了，范丞丞20，张震岳30，该我准备了，加油，丞丞，你加油吗？静姐，我20个，嘿，多久能恢复啊，静姐？因人而异，有的人2-3天，有的人2-3年，有的人可能需要一个礼拜或者4-5天，都不好说这个，一个月的也有的，我反正得20天起。晨晨，你真应该拔。你看我，别人我都没说这话，是紫的吗？妈呀！我给它拔得轻一点，像核桃。妈呀，你这中间好紫啊！万一等会儿我出来是黑的怎么办？好吓人呐！应该没什么事儿，你又老运动，然后你还老跳舞，不用拉点。确定不用吗？要露很多吗？就整个背啊，反正是一目手露，你看着办吧。一目手露给你了。啊，还没开始呢，这是热身运动，不疼的，是不是？是吗？放松，之前没有拔过，所以说不要拔太重，拔不了那么多，带回家拔去。拔30个，今天必须拔完。我觉得你这也差不多了。也成的，可以取下来了。来，咱给取下来，给取得了。真的，我帮你给取了。真能这样取啊？都这么取的，静姐也是这么取的。你看这黑的，这你看它这一半黑一半，你看这黑的。你这个它很像一个火腿披萨。哇，腿上会疼的啊，先提前跟你说清楚，我不给你拔那么多了啊。没有，30个得拔满，手臂还有呢，姐。感觉真有点像一个人体灯泡一样。28个了，好，还差俩，有28个了，有了，这边两边一边一个，一边一个，哇，真拔下30个，让张震元就这么 ending 吧，可以，我在这儿能喊口号，这样，张震元的后背的最后的火罐的颜色发到 C 世界里面，ending 了，张震元，快看镜头，惜字如金。两个社团依次进行挑战，负责描述的四人分别只能用一个字、两个字进行描述。其余两人负责在高台上答题，屏幕一旦展示，高台的木板就会开始缩短，答对一题记1分。来吧，你先来。行，你去吧，好，体验一下。到台子后面啊，志远，您从后面。他们为什么在后面啊？不应该在前面吗？他们要从门里出来，直接这么走上去不行吗？也可以，要有点仪式感。
哎呀妈呀，这玩意儿还是有点吓人，说实话。浩浩浩，你先蹦一下试一下。我先蹦一下。你感受一下。你直接这样跳下来，来，我们三二一一起跳。三二一。三二一。弟弟还是年轻了呀，被张真源叔叔骗了。张真源，你都当叔叔了。我已经学会了。三二一。我们这是要一直猜，猜到掉下来为止。对。那猜不到呢，就眼睁睁看这俩人掉下来。所以不管怎么样都得下来。是的。哇哦。来吧。惜字如金，文艺社第一次挑战。请出题。开始。文。快快快说呀。治和。啥？治和。道同。请出题。你说你说。味儿。味儿。长沙。长沙臭豆腐。臭豆腐。治和是啥呀？文。治和。啊，文治和。妈呀，你们都要被捡到 Z 世界去了。好了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哎呀，下一题。鞋。周深。周深。个儿。你都带儿化音，这都俩字儿。变长。增高垫。增高垫。前面三个字我都猜出来是什么了。我不是根据身高想出来的，真的。你最好不是根据。来来来来，下一个下一个。吃。皮冻。啊？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皮冻。皮冻就往猪那儿引呢。狠。鸡腿。鸡爪。猪腿。啊，猪腿。猪腿。啊，猪腿。猪蹄。猪蹄。刚好你对腿部很了解。腿部是他的统治区。啊啊，这又是他的统治区。又是你的统治区。腿腿好。黑宝。黑宝。丝袜丝袜。绝了！猪蹄，丝袜。不是，他这能老沙都这样了，已经。黑宝，丝袜。这个都已经，这是你比划我来猜了，已经。哎，你们应该没看到吧？啊？你们应该没看到吧？没看到，没看到，没看到，没看到。啊！天哪！你们应该没看到吧？天哪，姚 PD！ 天哪，没有看到姚 PD， 怎么会看到呢？我们应该是没有听到吧？来来来来，下一个下一个，快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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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再来一个再来一个，这个很难。马。他们还在动，快点，他们要下去了。戒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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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戒指。啥？戒指是什么？东北话，东北话。戒。不行了，不行了，没了，没了，没了。啊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空。纸尿裤。差不多了。纸尿裤。接近了，接近了。马桶，娃娃，老杨，老杨，杨，什么啊？开裆裤啊！开裆裤，我也没娃，我咋知道有这玩意儿啊？
戒指是什么东西？东北话，就那个小孩儿。太东北了，真没听过。恭喜文社第一轮答对四题。你上去，你上去。我觉得顺序应该换一下。我说一字吧，会说的说俩字儿。我觉得你最会说了，那我就俩字的。我争取我这儿就差不多了。一个字。文社第二次挑战，请出题。哦啊，那个，滋，啊，滋，东北，烤串，串，烧烤，啊、我想说淄博，淄博，下一个，下一个，下一个，快，哦，是个男人，水，杭州，西湖，西湖，哦，菜。醋鱼，醋鱼，厉害厉害，大哥，你放心吧，交给我，下一个，哎呀，鸡，鸡，鸡脚辣，酸，酸辣鸡爪，快了快了快了。酸辣鸡爪，快了快了快了！酸辣鸡爪，不不不，芥末鸡爪，五谷凤爪，别的做法，别的做法，虎皮尖椒，哎呀，多说几个，多说几个，芥末鸭掌，酸辣鸡爪，酸辣凤爪，芥末鸭掌，五谷凤爪，很有名的，五谷凤爪，差不多差不多，酸辣凤爪，不是还有什么味儿？辣酸，泡椒泡椒泡椒凤爪，对对对对对，泡椒凤爪，停停停停。这里二十个字有了吧？我已经躺不下了，没有地方了，还能答三题。下一个，下一个，下一个，看。干什么？指我。困，困。睡觉，睡觉。牛。出声。那个啥？出声。打呼，打呼噜。打呼噜指我干什么？我不就在车里。来，继续啊！动作不行啊！尝尝尝尝尝尝。我的态度太多了。演员，歌手，歌手，综艺咖。发。三个字。范丞丞三个字。真讨厌，真讨厌，真讨厌，这你们都不知道啊，小孩子，快点快点快点，抢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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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演沈眼包，演沈眼包，哇哇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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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为什么要十指相扣呢？准备吧，弟弟。来来来来，最后一个了。硬。嘴里。坚果。坚果。嘴里。苹果。嘴里。苹果。虎牙，蛀牙呀！哎呀，虎牙，这说白录不完了吗？对呀、啊。哦。来来来来来，五、哦。还是不了解大家，不了解。点眼包猜了这么久，我确实没想到。刚才沙哥和凯哥一共猜对了五题。走吧，咱俩去吧。我能相信你们四个吗？不是，你们得说，别犹豫，犹豫的全是那时间。我觉得最着急的就是张真源。我是真着急。下一个，下一个，下一个，快！哎，说说不能演，说说呀。那个，哎呀，
哎呀，我是真着急，我老想用肢体把他手绑住，就爱唱跳这一段。文艺社第三次挑战，请看题。啊！怎么了你今天？啊！张真田。蹦！蹦！开始了。只能说，只能说。说呀。说呀。好的。爆米花。哇，凯哥在旁边都急死了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再来一次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，我再来一次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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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客气了，别客气了，这样。弟弟，等他们组上的时候你过来。吵的，你说个电影都行啊，吵的。吵的。继续啊，请出题。洗，挠痒，头皮。头皮屑 ，yes， 头皮屑 ，yes， 哎呀，我真的受不了了，我这女孩，头皮屑 ，yes， 哎呀，我真的受不了了，我已经想好了，你想说什么？我是老调，歌 ，F 四，三，流星雨，哎，哎呀，这位置真烦，张真源都没有机会说话了，真正的惜字如金在这里。真源，你就承认吧，你就适合体育组。我去，你根本就不适合文艺，搞体育吧。我适合，再来一局。快快快！哎呀，又知道了。这不行。他又开始了，他又开始了，给他发嗨麦去，不能理解游戏规则。赶走。驱蚊香，烧蚊香，蚊香，滋啦滋啦，哇塞，你也开始了，滋啦滋啦，哇塞，你也开始了，滋啦滋啦，滋啦滋啦，他也开始演，你也开始了，这么爱唱跳，这么爱唱跳。文艺生就这么爱演吗？滋啦是什么？这么爱唱跳，滋啦滋啦都出来了。出来了吗？出来了吗？蚊香，烧蚊香，大蚊香，小蚊香，电蚊香。他说了，没事。我在他滋啦滋啦之前就想说出来了。不是吧？应该是我，还是跟我有点关系吧。哈哈哈哈哈！哦，吐，难吃，吐。到赛点了，来来来，点睛！精彩的地方来了。别唱跳啊！你说话呀！水里，哇，海鲜这两个字这么难吗？什么罐头？什么鱼罐头？什么罐头？什么鱼罐头？什么鱼罐头？咸鱼罐头。咸鱼罐头。什么鱼？什么鱼来着？咸鱼罐头。刚才文艺社一共答对13题，恭喜！该你们了。我们来。大哥引起民愤了，大哥，你太能演，把那些别的节目的风气都带到我们跑男来了。来来来，你去，我让你见识一下我们跑男的精神。咱们这样。想不到就下位和过，不让下一个人赶紧说，不要浪费那个想的时间。不要硬，咱们体育组不要硬展示文化水平，好吧？对。体育社第一次挑战，请出题。啊，想好了啊，想好再说啊，别着急。怕。沙
上学，班主任。不要。上学，班主任。不要。班主任。不要。不要。有没有共鸣？有没有共鸣？我最爱我的班主任了。放我，我肯定想不出。对啊。当共享单车，不是共享单车，自行车，自行车。哦，对。打打武术，以柔太极拳，太极拳。生活 is everything。 天天津狗里包子，对，狗里包子，对，怎么那么快啊？高荣浩，荣浩火跳，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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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超快断了，下来吧，再来十题，我打十个。沙，头套，假发，接，假发辫，我真服了，真无语。红楼，贾宝玉，耶，祝福，蔡国庆，太厉害了。我不要在这上面待一辈子吧。来玩会儿吧，随便。来，你们俩玩会儿。他们俩都没有任何参与感，我觉得。他们都没有时间说话。你们俩都没有说话。来来来来来。这样吧，我帮你，我帮你打最后一个。奴。不行了不行了，没了没了没了。说摇 PD 不就好了？啊？对啊，你这说摇一天不就完了吗？他们俩不知道。你，大黑牛，别的，能力者，你，大什么牛？大水牛，大水牛，液体。Ricky 都猜出来了， Ricky 都猜出来，大水牛本人没猜出来。一个得扔，分类，臭，装的，垃圾桶。对。俩，告白，写，信封，情书。耶。情书。耶。太有文化了，我简单，这个简单。哇，这个好简单啊。十，万米，品牌，安慕希，安慕希，十，奔跑吧兄弟，十，过过过过过过过，不能过，不能过，过不了，过不了，十四，十，品牌，十四，过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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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行，过不了，不行，不能过。十，不能过，不能过，过不了，过不了。十，不可以，不可以。十，十，十，和品牌安慕希。No。十，十，为什么十？为什么呢？安慕希十级酸奶，不对。十，没了，不行。不能过。十，新品安慕希酸奶，不对。没有代言了你。安慕希活性益生菌酸奶，完了，还好这一题不是我的。这一题的答案是安慕希活性益生菌酸奶。安慕希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，今年他又推出了全国首款小金罐常温活性益生菌酸奶，每瓶添加十亿超活 LGG 益生菌，让益生菌活着到达肠道，更好守护肠道健康，同时减少了90%的蔗糖，更轻盈少负担。一起干杯，一起安慕希。安慕希活性益生菌酸奶，每瓶添加十亿活性益生菌，好喝更有益，一起安慕希。体育社第三次挑战，请出题。
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张，他什么？真女儿，时代少年团。对，这太简单了。唱唱，东北。秧歌有秧歌，二人转秧歌。哎呦，周深，没话说，真是没话说。哎呦，真的，来来来，下一题。哇，过过过，直接过，直接过，直接过。过，我觉得我们挑战一下。不用不用，不用挑战，不用挑战。哎，其实就俩字就行，成语鬼怪，鬼，成语，魑魅魍魉，对，你怎么这么厉害？对，过什么呀？他绝对行，真厉害，太强了！你这是怎么联想到的？鬼嘛，那四个字都有鬼，这个可以过了，真的可以过了。不不不，我觉得可以。歌，祖儿，挥着翅膀的女孩，挥着翅膀的女孩。周深，你就是王者。这是怎么反应过来的呢？漏题。他们怎么全是这种啊？不公平。这个不公平。有黑幕，有黑幕。我从早上六点背到现在，能背不下来？啊啊！团。颈椎。颈椎。抱枕。工具，哎，我都干嘛呢？我干嘛呢？拔火罐，挠痒痒，倒过来，痒痒挠。好，不是，请问“倒过来”这三个字是什么意思？倒过来，倒过来。不是，我跟你说，倒什么叫倒过来？对啊，倒过来是几个字啊？这难道不是一种提示吗？我要补一个，我补一个，倒着。哦，痒痒挠。哎，哎，炸！来，过分了。哎，你国国国，下轮去去哪儿？去熄火，去藏捉迷藏。匈牙利。去西湖，我不会游泳，不知道啊。确实没通知你去匈牙利，小薇。小薇，等机，小薇去西湖吧。哎，等一下，这个好弄吗？好弄。你说闷儿，懵，闷儿，闷儿，闷儿，牛，水牛，耕地，大水牛，爱耕地的牛，水牛耕地，李晨耕地。成语，李晨耕地是成语吗？不是，成语，成语，月，字字不倦，朗朗，嫦娥奔月，成语朗朗，闷儿，下来吧，成语朗朗闷儿，灵活的烧死，成语朗朗闷儿，对牛弹琴。啊朗朗该疯了吧？我们对朗朗老师的评价是对牛弹琴。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。范丞丞，你有几条命？钢琴只能用两个字来代表，就是朗朗。哎，好滑，我要滑下去，救命！啊！啊！好痛！刚才周深和小薇答对一题。这叫做人体盾构机。对，然后再为大家介绍一下，这边是我们浙江中铁的20位工友们，他们会全程陪伴大家一起完成这个游戏。然后请领取你们的任务卡，在那个上面。都搁好了，不让我们过去是什么意思？咋还有眼罩啊？他这么可爱的手套了。人体盾构机，蒙眼在两边铺满强力胶，强力胶啊，什么的轨道上前滚翻，哇，这拔不出来了。我这我刚喝饱饱的水，避开强力胶连续翻滚冲破终点，即可获得对应的分数，累计得分最高的队伍获胜。30秒后就要留在原地，不能再动啊。黄队第一位出发，然后下一位红队，这样依次滚过去，总分高的获胜。
知道我们今天的态度是什么吗？超级刚。啊、来吧，陈叔叔 ，Come on。还要蒙着眼睛滚。第一位人体盾构机。准备。等一下，我再看一下这个方向。没用的，快。三二一，走。哎，他很直哎！哦，来一下，你回一下，扶一下，呀呀呀，你回一下，扶一下，呀呀呀，哇！哇！恭喜陈哥得到八分，滚的蛮好的。哦，他有智力。站住！这么粘了，这么粘，先等一会儿，没事。把裤子留在原地。这胶威力挺大啊。好的，红队第一位请准备。我觉得庆哥已经准备好了，就让他上吧。各位加油，我你说超级刚，快滚吧，哥，快滚，真帅，好帅啊！哇，好，第二台人体盾构机，三二一，哇，加油！哇，哇，好厉害！皮粘上了！哇，好厉害，他身高这么高，他会控制，你看他会控制自己，控制自己。哎呦！我们的态度超级刚，啥也不怕。好 ，OK。你先走过来吧，加油，你可以的。还可以，还可以。粘了这个。哇，这样看他不是扁平足哎。我观察他好细哦。你看他的脚丫。黄队下一位，谁先上？你来吧。你先吧。滚吧。好，来，准备，三二一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好痛。
你别拿头顶啊，改玩倒立了是不是？哎呦喂！哎呀！吃！翻出了一个，还有自己的 balance。你的 pose 好好看哦。好准啊！非常准。走走走，勇敢一点。对，就是。对对对对对对，时间不多了。走走。完了，你这再往前，最后一步，走走走走。天道。哎。零分。好了，大勋摘下眼罩，留在原地。有请下一位。他就留在这里啊？对。那我们没分了吗？对，你没有分。嗯？他带三个，你要干什么？怕粘到。确实有点喘不上气儿哈。你还没翻过去，已经憋死了吧？好，来，准备，三、二、一。你注意点啊，别滚到我怀抱里来、啊。算开吗？这是算啥呀？抱歉，超时了，成绩不算。Oh no！ 你那鼻孔！天哪，你是谁、啊？来，你往这边蹭蹭来，别挡着别人来。你以为我不想踹一踹吗？怎么的了？你就不行了？那就看到了一个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就是那个小强啊，被那个粘的那个在那努力的在那挣扎。你真粘上了！哎呦妈呀！对，你往这边来，对，就这么躺，这么趴着行。好了，来，深深，深深，请准备。周深呐，哎，你注意点儿，我腿还在跑道上了。三、二、一。就这已经基本上就再见了，我觉得这。行了。周深，哎呀，你还有自动巡航的功能呢！哎，对了，哎，好的，你到达了，这是20分吧？这个是，五秒倒计时，他也没到，完了，名牌被撕了，名牌完了，完了，周深 out。露露，请准备。加油！来，三二一，出发！
还可以啊。哎，都挺优秀的。哎，在哪里？他还会绕道哎！哎！恭喜白鹿得到七分，哦耶！我的幸运数字 ，nice，good。好，下一位黄队。这个游戏，这整个游戏，我要这样的体态度过吗？哎，还挺尴尬，对，这么突然，没想到吧？好，下一位林一，请准备。来吧，三、二、一，出发！这大长腿，好哦，好哦！欢迎回家，还有时间，还有时间，快加油！我烦了，我建议你就一直留在这里表演这个节目就好了。我刚才到那儿了吗？你是翻滚的陀螺。你哪儿都去了，反正。该谁了？红队。该你们了。谁来？都行。我来吧。你来吧。你压轴吧。谁有毛巾呢？给他遮一下吧。这孩子这样不行。下不去。我现在越来越觉得这条裤子真有用啊！对，我一开始说多余，玩什么节目能用上这条裤子？有点迷茫这条路。好的，来，雨琦，请准备，出发。哦，可以，可以。哎，没有一块是平滑的，为什么呢？你看你的名牌的位置，你就知道你去过哪儿了。你跟打冰壶似的，你知道吗？挺好的，你至少在这里签名了，你知道吗 ？OK OK。
我想把裤子穿上。现在知道穿裤子了，脱裤子的时候想什么了？行行行，不打还没人看我。我穿裤子了，你打完了跟我没穿似的。把脸挡上行吗？我帮你。好了好了，脱了。我的妈呀，这一天。行了行了，裤子放那吧，裤子放那吧。我是不是跟你说这么裤子不要了，裤子不要了。哎，裤子不要了，真的拔不下来，算了，裤子不要了。这回给你挡上。好了，我来喽，来，三二一，出发。我好晕啊！对，真的会晕。好晕啊！哦，哎，下了在哪？我人呢？哎呀妈！哎呀妈！哎呀妈！现在比分是多少？16-17。那我们就不用了，我们还有一个人。他没成绩都赢了。对。你要挑战一下增加难度吗？转圈啊，转10圈。没问题啊。因为增加了转圈难度，所以挑战时长增加1分钟。开始。2圈。不要说，他自己数。一圈了。哎，这个太难了。好了，可以了。3、2、1，开始。3、2、1，开始。我的妈！哎呦，不行，我好晕啊。继续。完了。凯哥往哪儿走？回家啊。回家了，那应该往这儿吧？对。好。再往右一点点。走你。走。到家了。这是什么？到家了。给个一个眼罩变成了辫子。等一下。你小心踩到后面。不要放弃。直直的翻，使劲翻。翻起来。功亏一篑。倒计时。8分，恭喜凯哥队获胜，你们每位成员可以获得10分 JYT 的加分。哇！我们接下来在这里举行的任务将跟食物有关，这也是大家最后一次为团队赢取刮刮乐，并且积攒绿色能量的机会了。还刮？又刮？你还有机会？我们还能逆风翻盘？我们还有机会刮到裤脸？你们能不能证明刮4个裤脸？就看这一把了。孤注一掷了，孤注一掷。我信。请来领取任务卡。全天只有你们有机会获得这样的殊荣。哎，正好一人一个裤脸哈。我酷。我们4个演一个，1、2、3。嗯。接下来我们游戏比拼的环节是背对背猜食物，同队的两位成员
背对背蒙住眼睛，依次背起对方，品尝自己面前的食物。吃到食物后，成员需向背后的队员描述食物的触感和味道。队友猜出食物名称，规定时间内猜对更多的食物组获胜。每一轮计时挑战3分钟。OK， 来吧，我们也没什么负担了，我们就我们先来啊。对，怕什么呢？那我跟凯哥来啊，你俩这高度合适吗？合适合适合适，我怕你把它背起来。正合适。哎呦我去！哎呦哎呦，正合适。哎呦我去！咋了？等一下，我把麦挪一下。你这是不顾他的死活，闪着哥哥的腰了。凯哥，凯哥你悠着点。背对背猜食物，蓝队的第一次挑战，3分钟计时。好了没有？哇，这红的！哦，它是那个……你可以站起来形容。它是有籽儿的啊，有籽儿的葡萄。然后那个大大的绿绿的，里面是红的，外面是……然后有黑色的籽儿，夏天吃的西瓜。正确。左左左左左，对。哦，过生日时候吃的蛋糕。很快。凯哥还没消化呢。这太惨了，这还能吃？快点。什么东西啊？这还能这样？快点。它是那个，你可以放下。酸的，酸的，山西特产。酷。绿色的蔬菜，绿豆，不是，娃娃菜，菠菜，不是，特别像一棵树，像一棵树，特别像一棵树，树，你想象一下，这个肯定很难看，哦，西兰花，凯哥姿势，大白月亮消灭你，哎。我给你们接替你们吃的这个。哇，那这没吃出来，我好着急。哦，是什么？很酸，很酸。酸。那个一个黄色的东西，榨出来的一个柠檬。嗯。然后呢？汁儿不对啊啊！汁儿是谁说的？凯哥自己说的。那要回答正确。别吃了，教授。好惨！他都怀疑自己吃的不是柠檬汁。这是什么？哇，这什么？这是能吃的吗？我先问一下。哦，这个能吃，这个能吃。啊？哦。哎，南方，就是那个小时候有个广告啊，你知道吧？有个小孩对着碗舔一顿，啊，一顿舔那个。小孩再也坐不住了。你没看过呀？这个只有我这个年纪能看过。哦，你没看过是吧？你太小了。我太古老了，凯哥，这我。你说它的功能？啊，功能啊，就是长头发。长头发啊啊，米诺迪尔。米诺迪尔啊？什么？什么东西啊？什么东西？米诺迪尔是一种药。米诺迪尔的不是药啊，是一种，是一种植物。胶？不是，是磨出来的。磨出来的？磨出来的。黑芝麻也是磨出来的。黑芝麻，黑芝麻。再一个字儿，糊。哎。哦。这个好吃，多吃点。哦，三角的，三角的，三角的吗？啊，不对吧？什么呀？哦，新疆的放那个锅里的那个大大的啊，不是吗？这叫什么？披萨不是三角的吗？是披萨吗？是披萨。
对啊，那是三角的。那这个皮会不会太厚？我的那个披萨应该是圆的。我是切过。你想让它扇形。扇形，这么专业。可以可以可以，请问行。很棒很棒。挺难的，还挺有难度。该说不说，这个拉伸挺舒服的，像泰式按摩似的。来，第二组出战的，你要不试试能不能？试一下。这圆比较软。可以。完，我的食物储备量有点少。红队张真源、陈斌第一次挑战。行。啊？这很难评。那个，一节一节的，然后。甘蔗。哎呀！哇！什么呀？你戴眼罩了吗？往下，往下，往下。哎，好腻。那个冰淇淋有这种口味儿，然后有点黑，它是液体。巧克力酱。哦。OK OK。啊，我都闻着了。那个。哎，我都闻着了。切对，你说吧。榴莲。Yes。这个靠鼻子赢了一分，这得吃一大口，使劲儿。哎，还有什么东西？就是那种味儿很大的那个杨宗纬那首歌。对，杨宗纬老师的。洋葱？不是，它挺长的。啊，就是葱。哎 ，OK OK。这是我以为的那个东西吗？你多吃几口吧，它形状不是它凉啊，你还超热度，我给你去加热一下，要不要？你要主要是感体会它这个形状。家禽，鸡、鸭，这儿，鸡爪，正确，好棒啊！怎么你这都这么惨的东西？来，往下。哎，跟刚一个这种类型的，但是是调味用的，一般有点黄，有点黄，鸡精，不是，它可以切姜。哇，你好厉害啊！哇，你这边很好哎。它是因人而异给的菜吗？这边都这边好好吃。这边太我先这边，北京特产烤鸭不是。一串儿，一个葫芦。嗯，我的妈呀！他这，哎，快！这什么酱吧？我跟你说，我们心眼可小了，那边真的太过分了。为什么他这边全是酱啊？你那边是主食，他这边是蘸料。真源和陈斌一共答对了七题。接下来请黄队出战。谁来啊？谁来？你哦，来谁来？行，来吧，来念。这把可能有芥末感觉啊，臭豆腐啥的。先闻一下。黄队第一次挑战。什么东西？我哎，慢一点，我都怕它奔着牙。好，很多籽儿。红色的一种水果，很多籽儿啊。对，然后你吃了这东西，然后你要吐些籽儿，很多很多籽儿。红色的很多很多籽儿，然后你要吐些籽儿。吃什么不吐什么皮？葡萄。不是，红色的。红色。对。石榴。对。往下。哎呦，这个好啊！这个好吃。这边，对。咬一口，多吃点好吃的。哎呦，咽了要吐出来也不好。这种蔬菜，然后去火。苦瓜，这就是中国人的默契，蔬菜去火。苦瓜。王总，舔一下，别嚼了，特别辣。啊，杨宗纬老师。杨总，等一下，说了一个字，杨宗纬。啊。这个不算吧，不是一个羊，说了一个字，不是一个羊，不算也可以，我们先往下继续。啊！咬一口。哇！啊！
调料，四川火锅香油配什么？什么东西啊？他是北京人。葱花。然后那葱花还有什么调料？这大蒜。哎。啊。慢慢。这怎么形容？红的，里面很多籽儿。吃什么不吐什么皮。又来一遍。红色的水果，然后它的里面。火龙果。对。哇。这个好吃，这个好吃。每次这边都是调料。我知道了。你说呀，老师。年轻的反义词。老。湿的反义词。老干妈。对，不对，不对，那是个品牌，应该不对。老干妈辣椒酱。对对对对对，往前一点，往前一点。哦。那什么东西啊？啊，没吃出来。算了吧，算了吧。这 pass。快，拿去，快。好，我感觉他俩这个好像。啊，就啥呀？说呀。牛什么？排。牛什么？什么牛？液体。牛奶。变干的了。奶湿。奶湿。你是反义词。袋装的，小孩喝的。奶粉。往前。嗯。吃面包的时候涂的一种东西，草莓酱。对，我现在嘴里味儿太多。雨琦和大勋一共答对了七题。在接下来的三轮挑战当中，除了常规的食物之外，还增加了一些其他的物品题。物品是指？就比如说手机啊，什么玩具啊什么。谁能吃出玩具来啊？不是，真有米诺地尔。蓝队第二次挑战。什么东西？咬它，使劲咬，使劲往下，使劲往下点，往下点。就是是一个家禽，但是它是一个玩具。不如让它发一个声音，再咬，给它个声，给它个声。这下面，像这样，对。啊，尖叫鸡。往前。对，在这儿。绿色的很脆，然后有。没错，继续。有一点点腥味，绿色的脆脆的黄瓜。黄瓜会腥吗？一般里面可以包米饭。抹茶。包米饭，海苔。嗯。三个字，很甜，小孩子特别爱吃的，然后很大一坨。棒棒糖。不是，棉花糖。对。哎，这你得好好吃，这得好好尝一尝，这个真得尝一尝。我哎呦，一般洗碗的时候会带的，洗碗为了保护手，然后不让手变成手，他手说了，好难啊。哎呦，这个肯定能猜出来。你用脸碰一下啊，站上去会很疼。指压板。哎，下一轮你来吧。前啥玩意儿？这都是。往前点。在川渝地带吃的比较多的一个佐料，花椒。慢点。哎呦呀。闻的。就闻味儿就行了，这能闻出来。啊。三个字，然后吃，在北京吃涮锅会放那个调料，芝麻酱。六。往前。计算机。这真太过分了，这也太过分了。在这。我们从两个字，我们重新。他得这么说。我们重庆一个特色小吃，然后在磁器口是吗？磁器口太具体了吧。我晓得。两个字，然后麻球，拧成麻花。对。我先。你觉得今天这个画面你播出去，你想不想把袋子买回来？
这是什么？一般汉堡里面白的那个，白的那个，芝麻酱啊，请。汉堡里面白的，汉堡里面白的，抓辣酱。哦。周深和邓恩熙，刚刚你们一共猜出了八题。哇！太厉害了！就看你俩了，现在。什么东西？不是你俩了？他呀，他厉害。谁厉害？这回我帮帮你俩。上菜。什么呀？啊，这过分了啊！这过分吗？这不过分啊！这也太过分了！这上哪喝出来的？这什么呀？他怎么拿舌头舔呀？我还得喝一口啊！你们把这打开，你厉害了，我跟你说。哎，我这来，我今天喝的最多的这个东西，康师傅茉莉绿茶。他们有说吗？是无糖的还是低糖？看下，你戴过吗？体育老师脖子上戴了，是口哨。对，下，大胆下，哎别，先直往下，直往下。喂喂喂，好吃，酸的，柠檬。耶，下。圆的、小的，跟鸡那个很像，它是什么什么那个？啊、鸡后面的字是啥？鸡蛋啊。对，什么什么那个？蛋在第几个字？第三个字。水煮蛋。三个字。鹌鹑蛋。对 ，yes。我错。又，咱们是舌头先行啊。等会儿就是他，啊，就是装所有吃的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就这个物品本身。盘子。耶耶耶！太苛刻了那个。我拿去。可以说名儿吧？那个商标名，王中王。火腿肠。对对对，你会不会有点过分啊？哇！这是什么？黑的，黑的，什么豆腐？臭豆腐。有一首歌叫做那个什么姜啊？吉林的，那个锦的反义词。松。然后那个松花蛋。哎，哇，这你都猜得出来？东北叫松花蛋。松花蛋他都知道。这个。就是，哎呀，这个不怎么，这个不太好。但是紧张，你不要吃别人的这个豆腐。你不要吃别人的这个都说出来了。你不要吃别人的。你们脑洞有点太大了，储备量有点太高，反应的也快。豆腐，它就不能作为一个食物存在在你心中吗？黄队累计答出了15题，哇！我们又垫底了。行，这把你们先刮，我们最后刮嘛，我们按你们的分刮。对，我们应该按他们分刮。红队的最后一次挑战。爆米花。三个字，是一种。水里的，然后它就会变成软的，是一种食物。软的，现在是硬的，泡在水里，它就变成软的，就可以吃了。主食，这边。哎，你得注意了。我急死了，我给你一张黄牌哦。急死了。冰姐老咳嗽，有很多品牌，什么什么师傅，什么什么方便面。对。我的妈，一个方便面。下一点，往下一点。那个吃饭需要用的筷子，这个往下，头往下，脸往下，哎，好了。那个，我的天哪！太多了。调料里面的一个姜蒜，巨咸。盐。对。哎，慢点。这什么？你再感受一下呢。
会不会很忘？忘记 ，pass pass。你来了，小刚，我真不，我来。嗯，我要救他，没毛病。闭破，那个上完厕所拿什么擦？草纸。草纸，你是古代。我纸巾，纸巾。我。完了，我今天有食物辨别障碍，你来吧。我来。哇，这好吃。哇，这个好吃。好吃死了。一种小时候吃的一种零食，薯片，两个字，薯片。第一个字呢，音后面是什么？明天，元音的音，元音的音。哇，你这好难啊，这叔叔，越难越难了，还要你。透明的东西，软软的，然后再一个。我到，他想说英国。英国太难了，还得知道人生。没有这么难吧，姐姐？往下。我知道了，什么？那个甜的，两个字儿，白的有点大，糖豆，也对了一个字，第一个字放第二个，然后是热的反义词，右的反义词左，热，我好热，热冷糖，凉糖，你们俩的组词都好生僻呀、啊，冷糖，我叫啥？冰糖，你们俩的组词思路好生僻呀、啊，知道吗？那要什么？谁会想到因果、啊？你加一个因什么关系，也可能会有因果关系。盆哥和真源一共猜出了六题，哦，也很多哎。所以这个环节猜出题目最多的是黄队，第二名的是蓝队，第三名的是红队。没有机会了。